我来这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阿拉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当然和你这个臭婊子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别阿拉阿拉的装腔作势了，先把手上和脖子上的东西全部给我取下来。凭什么呀？赵梦。 我亲爱的赵小姐，不要让我动手。快，韩龙自己会摘。二环，赵梦，平时用老子的钱，也就懒得和你算了。但是上次跟你家买房子的3万块钱。 2天之内你必须要还给我。你，如果2天之内你不还钱，准备参加残疾人协会吧。请你不要叫我的名字。如果你再叫一句，我就把你的舌头给割下来，你喂狗。张某，你不要失望逃走，在这里24小时都有人监视着你。 如果2天之内你不乖乖还钱的话，让你的父母给你收尸吧。